大爷，你到底要卖啥东西啊？这么神秘。你拿我的宝贝，宝贝，你卖几个人呢？就我自己。后头没人了吧？后头没人了，就我自己。你看这胡同里面一个人都没有。好好好，啊，来来，把这给我看看。那看来这个宝贝了不得呀！啊，放好多年了。放好多年了，能打开看吧？能开，能打开。行行行，这里面是啥呀？这你还不能来太多人，是吧？看来这宝贝了不得，哎呀，这一层子一层子的，哎呀，这，哎，还有一层子，呀，我听见里面，没事没事，要黄金、宝贝，金锭、这都过去了，金条、金元宝。这都以前的。不是大爷，你这东西从哪儿来的呀？我是一个收破烂的，我收了一辈子破烂了。收破烂的，啊，这搁破烂里头，我最后捡着了，搁那个垃圾堆里头。垃圾堆里面啊，能捡到这种金元宝、啊，对，金锭，是的。我的天哪，这可了不得呀！怎么能捡到这儿呢？收破烂就能捡到这？是的，我自从捡到这以后，啊，我都瞅他们爹爷都不干了。不干了，这好就退休了。好几年了，我现在手里的积蓄也花完了，积蓄花完了，完我都了想着叫我的这东西拿出来，啊，把这些东西拿出来卖了，卖了，然后养老了，养了用，完钱了。哦，你看这一大堆好东西，这一大堆养好老东用不西，了啊！我的天呀！我好好的看看。这金条，金凤祥，康熙四年竹刺，这落款都有啊。金凤祥应该是一个他的字号。康熙四年是他的年号，竹刺是他的这个含金量。是嘞，我的天哪，大爷，你这是在哪儿弄来的？这是个内行，我收破烂搁垃圾里都捡出来的。在垃圾堆里捡出来的。嗯，大爷，你是不是认为这些都是黄金，还是以前的古董？绝对是过去的那黄肯金，定是价值连城那价值连城的很，我都敢啊。拿出来。那说实话，这些东西要是真的呀，了不得。你当然像是这真的种随便拿一个就得是100万以上的东西哦，啊，看我是不养用老是肯定是用不完的劲儿是嘞，啊。我都但是大爷，我先跟您说一下，啊，你这些东西啊，这也就算是现代的工艺品，这可不是老的。谁说的？这种咋说啊？你给我自己再看看，别乱了，我成天睡不着觉弄的。不是大爷，咱也您先看一下，比如说这上面不是有落款吗？啊，这上面有钢印。对。字体非常软，哦，这就说明不是老的。再一个啊，你刚才说了，这都是金的，是吧？是的，是吧？我看着也像黄都金，是黄金的但吗？是你看这底部颜色都变了，那这不是在咱那有点铜的。不是在这糊涂蒙的地方不不不不不不，包括这个，我看变色变得也特别厉害。你看，它只是外表这种黄色是镀上去的，那我可趁着黄金比这个还重。好像比这还重，对。咦？你黄金在手上就这样一托，它有砸手的感觉。那我还真不知道，我觉得真都是黄金的，比不黄金不我不没不，见过真黄金。这要是真的黄金，最起码重量是这个的3倍，咦？三倍，明白吗？这是假的，假的。假的？对，我估计啊，咦？你也就是人家买着玩，买着玩就是掉色了之后啊，人家就当垃圾给扔了，然后您可能一不小心给捡着了，捡到了想着是真的。又放起来了，听说这是过去，你放时间长了都忘了，忘了都哪好遇到的大爷，真咱东西，不说是，了半天，你说是不真能。大爷，您想一下，您家里如果放的有祖传的像那金条、金锭、金元宝，您当垃圾给扔了，啊，那是的，是不自己是？想想也谁真家里是。的传家宝能当垃圾给扔了呀？是不是？那我这想的东西不太，对，不东西不对。我想的太天真了。那是那是，这反正是这东西不对，来收起来吧，收起来，好吧？来来来来，你好你好，是有银元要鉴定是吧？是嘞，来来来，我瞅瞅。你给我看，值不呀，值500块钱？值不值500块钱？对。还是苹果级入口盒的，这是一个造币总厂啊，这东西肯定不是你的。这肯定不是我嘞，我啊都不懂这东西。啊，这东西从哪来的？这个是俺小孩儿他干爸送给俺小孩儿的，这不哦，是我想着他孩子该出生了，我看这值不值500块钱，我不得给他随礼蒙耶。哦，你准备给他随500块钱？
对，害怕是这东西不值500块钱喽。是嘞。我先仔细瞅瞅，仔细瞅瞅。造币总厂公博评级 XF45 分，哎呀，龙鳞云朵啥的细节都非常不错，还有点老包浆。背面的字口也非常清晰，全身打。哎呀，那你小孩的这个干爸呀，应该家里条件不错吧？还行，还行，嗯，哎，那关系肯定应该也不错。关系是好了很。那你要给他随500块钱，是不是有点少了？这值多少钱？值多少钱？对。哎，造币总厂现在市场价，像这种状态的，估计得在2万左右。这值2万吗？值不了2万，也得1万大几。耶，这咋弄个这事儿啊？啊，咋回事？这要给他随2万，这可经济紧张的很啊，这。啥意思？还没钱给他随礼嘞，这能贵？哦，等于说你是前2年你们家生小孩，这块银元算是给他干儿子，对，你们家小孩当见面礼了。是嘞。啊、哦，然后现在他家也生小孩了，咱不得给他随钱吗？那是那是，那总得有个礼尚往来是吧？这谁知道那之间这东西？2万块钱，我估计他要是前2年买的，确实得2万，并且有可能2万要多，因为你在。2021年、2022年的话，这造种啊，像这种状态，我估计得2万大几，2万多。你就现在给他随2万块钱，也差不多，也最低得给他随2万。那直接吗？那是，那你咋弄你这？要不直接给你，你给我钱吗？啊，你的意思把这卖了？对。卖了有点可惜了吧，这可是造币总厂还是他干爸给的见面礼，这给小孩的，这卖了会不会有点不合适呀？你关键这没有钱给他咋弄啊？哦，现在没钱随礼了。对呀、啊、哎，也确实现在礼啊都很大，有时候你这一月的工资啥的，有时候你赶到9月份、10月份是吧，你这光随礼的钱都不够。谁知道他咋那值钱呢？啊，你要是确定要出的话，我跟你说个价，你先听一听。哦、哎，你像这个这种状态，我能给你拿个15000。回收价。不是2万吗？你我说了就是1万大几吧，1万大几。我们回收价吧，肯定要稍微低那么一点。那中。确定要出手了。收。嗯，那你这要不要跟小孩这他父亲商量商量？不用商量，不用商量，正缺钱了，这拿走他了，拿走。嗯，那行，我再仔细研究研究啊，这毕竟1万多的东西是吧？好。哎呀，云朵还可以，字口全身打，带点老包浆啊，这里啊字儿是有点包浆，我还以为是伤的，包浆不错。哎，这边底板不错，可以。确定要出手的话，我就拿下了。出手啊！出手。那行，那好嘞。老板，你赶紧给我看看，我这家长银元能不能值10万块钱？要是值不了10万块钱，可是出大事了，俺老公要跟我离婚。这是碰到啥事了？要闹离婚？这样吧，我先看看你的银元。你赶紧给我看看吧。啊，哎呀，都是苹果级入伙盒的呀。那美女，你这银元看起来都不错呀，都是 PCGS 评级的。你像这个造币总厂 XF92， 虽然没给分，但是状态非常好，全龙鳞，字口也非常清晰，底板也非常好，老包浆，味道不错。这个是，哇，北洋龙 XF45 分的，给分了，并且是短云短尾，状态真是非常好。刚才听你说跟老公闹离婚呢，这是碰到啥事儿了？我给俺弟还房贷这个事儿，叫俺老公发现了，俺老公不愿意。你给你弟还房贷？对。啊，被你老公发现了这个事儿。啊，这啥情况呀？这是啥情况啊？这俺弟你知道吧？我都一个弟。嗯。然后他现在手头上没钱，工作也不稳定。嗯。我结婚跟俺老公有5、6年了。在我结婚第2年的时候，俺弟要买房子，哦，买房子手头没零钱，
哦，我作为当姐的是吧？嗯，我都是叫我给俺老公，都俺老公给我结婚之前那个20万下了礼钱，在我这儿拿落的彩礼。对，彩礼钱我放落的。哦，我全部给俺弟了，叫俺弟交首付了。哦，彩礼钱啊，在你这儿呢，然后偷偷的给你弟交房子的首付了。对，俺老公当时不知道，一直都不知道。哦，那后面你说还贷。还贷，每个月还贷也是你还的。对，也是我还的。那你让你弟弟自己还嘛，对不对？我都这一个弟啊，说实话，俺妈都娇生惯养的，俺家那边都重男轻女，确实，俺妈对我是不赖，俺爸都是喜欢男孩。俺这个弟吧，不务正业，不正干，工作一直在换，一直不稳定。哦，不稳定。从来没有攒着钱，因为年轻人哪能攒着啥钱？哦，是不是？都是你这个当姐姐的去贴补。对啊，我贴补啊，我贴补不是也为了俺妈的负担吗？减轻俺妈的负担。不对不对不对，美女，对啊、你刚才听你说你这些银元不是说是你的嫁妆银元啊？对，我都跟你说了。你这我从这个银元的价值上来看，你们家条件应该非常好啊。家里边以前是干生意的，嗯，家里边确实可有钱。哦，都然后我结婚没有几年，俺爸生意赔钱了，欠了一屁股的债、哦，为了躲债呀，几年我都没见俺爸，没跟俺联系。哦，然后到俺弟这结了婚吧，房都买不起。那只有我这当姐的，我帮他点儿。嗯，那是，你说实话，你自己亲姐姐呢，帮弟弟，那是应该的。但是我刚才听您说，你看把那个彩礼20万给你弟弟付首付了，是吧？对。另外你每个月的房贷也是我还的。每个月的房贷还是你还的。嗯。那你老公一直不知道？他一直不知道，都是最近才发现的。最近发现的。嗯。那现在是？俺老公现在给我都是下个死命令，就是。啊，你问我，你给你弟到底出多少钱啊？然后我就说，我给俺弟出10万块钱。哦、他说嘞，我给你都意思是叫这个10万块钱立马是给俺弟要回来，不然情况下我咱俩离婚不过了。哦，我这不是在心里发怵吗？那是。我只有被逼无奈，把俺爸都是送往这嫁妆医院，只要能值10万块钱，把这个窟窿填上了，能不要我跟俺老公离婚，我感觉我都可以了。我明白了，我明白了，这是确实碰上最要紧的事儿了。对，我刚才大致看了一下，嗯、你还别说，你父亲啊给你留的这些嫁妆姻缘啊，都非常好，有啥说啥的。就比如说这个大头吧，这个曲比民3F45分的，像这个没个2-3万买不着。呀，这姻缘都那么值钱吗？对。再说这个是大秦轩三。VF30分，虽然分数不是太高，但是这个味道是一流的，全是包浆，非常漂亮。像这个也得10000多块钱。一万？对，你这些银元肯定是铁的超过10万块钱了。你先给你一个定心丸。这个你别看小，这是丽龙一角，就是大清宣三的辅币，这个是1元嘛？你看，这是1元，这个是一角，虽然小，这个比这个还值钱。啊，越小越值钱是吧？他不是说越小越值钱吧，主要还是看存世量，能明白吗？这个40分的北洋龙，这个估计也得在10000左右吧。这个呀，那因为本身 PC 的只要给分的，它溢价的这个价值非常高，只要是给分的。这个小富 PC AO50 的也能值个10000多块钱，没问题啊。就这个可能价值稍微低一点，这个是九晶 UNC 的，我的天哪，这特别漂亮，你看这法丝一根一根的，还是钻光，明显的是未流通的状态，这个也能值个大几千，能明白吗？能明白。不过我现在跟你说一下啊，东西肯定是超10万了，要不要再找你老公确认一下？毕竟这刚才你也说的是嫁妆姻缘，我跟你说这些东西在谁家里都是传家宝，可遇不可求，并且品相都非常好。要是卖了，以后再买，不好买了。啊，想清楚了。我想清楚了，你也不用跟俺老公商量了。毕竟你也说了嫁妆姻缘，那是俺爸留给我的。啊，我有这个权利去支配他。啊，那对那对。我说让他卖了，你都给我变成现金10万块钱。那是。要我跟俺老公离婚都中了。哦，那行，那啥也不说了。他先进烟气这个事儿。那行，那行，啥也不说了。那我就把这些银元给你收了，等一会儿给你好好算一算，反正是超过10万了，行不行？那中，谢谢老板。没事，没事，没事，没事。你好，想弄点啥？
老板，你给我看看这几块车值不值钱？哎呀，都是老银元啊，我先上手瞅瞅。我也不太懂这，我都想知道它能不能值钱。能不能值钱？那确实肯定能值点钱呀。呀，这个小头还带钻光，不错，老包浆带钻光，一眼开门，值钱肯定能值点钱。咱这东西从哪儿来的？这是俺公公给我的。公公给你的？哎呀，那不错，那说明你公公对你这个儿媳非常认可。这不说啥东西啊，这去年俺老公他没结婚的时候，俺公公叫他所有的积蓄全部都给他闺女了。哦，老爷子把钱给他女儿了。对，一分也没给俺，就给俺留一个破房子。留年都生气。那你别生气啊，留一套房子也好啊，是不是？那有啥好的呀？这一弄啊，老头今年生病了。哦，生病了。生病住院了，需要人照顾。他来找我嘞，想叫我照顾他。那我凭啥照顾他呀？那不对呀、啊，咱是作为儿媳呢，确实应该照顾老人，赡养老人嘛。那我不想照顾他，他要他的积蓄都给他闺女了，那他需要照顾了，他得找他闺女去。那也是，那应该是你老公跟他妹妹两个人商量嘛。但是这有一个情况啊，俺这个妹妹嘞，她怀孕了，快该生了，不方便照顾了。哦，现在怀着孕呢。对。哎呀，那这种情况还有啥商量的呀？那就得你们两口子照顾老人了。就是没办法了嘛。啊。但是我也不情愿照顾她，这俺公公心里面也知道。嗯。他回到家，然后找出来几块这。来找我了，他说的这几块是传家宝给你留着的，他说的那妹妹都没有给他，特意给他留的。那确实，这老银元说实话都是晚清民国的，已经100多年了，搁谁家里都是传家宝。但是这能值钱吗？你要说价值吧，这样吧，我给你估价，行吧？好。这数量不是总共五块吗？三块开过小头，一块9年的大头。还有一块北洋龙，这里面龙羊你看最少，也就龙羊的价值呢相对来说最高一些，像这个北洋龙，哎，味道非常不错，带点老酱彩，龙鳞基本上也是全的，壁面没啥伤，挺好的，34年北洋龙长尾的，像这种状态的话，应该现在3000到4000，就这一块。那另外几块呢？这个大头我刚才看了一下啊，你像这个9年的大头，还是一个金发，这个第二个芒是个碧芒，金发的话现在比普通的会贵一些，像这种品相，也1500左右，这一块。哦。这加在一起这两块就是，你看5000块钱了。那也不少。对不对？然后这小头价格相对来说低一点，一块也就600-700块钱。不过好在味道都非常好，都不错。这总共加在一起，我估计也大几千块钱，7000-8000块钱没啥问题。哦，还挺值钱嘞。啊、你说这照顾老头不得花钱吗？是不是？那是那是。这看在这几块银元的份上，我都照顾老头2月。嗯。这请个保姆2个月也得7000-8000块钱。啊、那是。这等到年底啊，俺老公他妹妹生了孩子满2月，我都叫老头送他家去，叫他照顾。给我几块银元，我不能照顾他一辈子啊！哎呀，你看这事弄的。按理来讲，你不管老人有没有给你银元，你都应该赡养老人，对不对？那不对，这老头太偏心了。他要钱都给他闺女了，那他要给我，我都情愿照顾他；他给他闺女了，那我照顾他，我都不情愿。哎，不是，你想一下啊。老头啊，今天能拿出来5块银元，那会不会有可能就往后他自己放的还有银元呢？你好好照顾老人，好好孝顺老人，说不定老人放的一般放银元都放几十块、几百块，你知道吗？那就钱都多了。这个我不清楚，等他给我了再说吧。哦，那这几块银元是咋弄？是准备出手还是留着？老板，我想问问你，这银元是现在出手好，还是放着以后会升值嘞？这咋说啊，搁谁家里都是传家宝，你要是不缺钱的情况下，那可以继续收藏，因为这东西本身就是越来越少的东西，不可复制，哎，它以后肯定会涨价，是吧？不缺钱可以留着，你要是急用钱，
你照顾老人没钱的话，那你现在卖了也没关系。缺钱现在倒是不缺钱，那我先放着吧。那行，还是那句话，赡养老人是咱们每一个人都应尽的义务，尽量别闹得那么不愉快，是吧？来，老哥偏心，他要不偏心我都找不他。哎呀，这事儿弄的。你好，想弄点啥？老板，你看我这价值几百万的传家宝，你管说不管？价值几百万的传家宝？对，这里面是啥呀？我能打开看看吗？可以。哎呀，哟，这东西可不简单呀。那必须的。黄金的吗？这是？对，这是俺家的传家宝。黄金的，我的天呀，有龙，有凤，是吧？这雕刻的还栩栩如生，那中间还有一个天下太平，看看，我的天呀，底部还有乾隆御赐的落款，这东西你从哪来的？这个东西可大有来头啊！大有来头。对，我前夜讲了啊，这个东西当时是，爷的老太爷。那时间应该在晚清民初的时候，非常早了。晚清民国，对，那距今最起码得有百十年了。对，那时候俺那个俺爷的老太爷，他是做小买卖的。嗯。然后店里边来一个老头，老头，去看到贫困潦倒的，看了好几天没吃饭了。嗯。然后俺爷老太爷来看他，不是可怜吗？哎，都是招待他。招待。对，吃饱饭之后，看他无家可归，就平时安排店里边。当个小伙计干啥嘞？哦，等于说收留他了。对，管吃管住，平时干活弄个啥嘞？啊，然后到这个老头啊，他临终的时候，他叫这个东西拿出来了。他感觉俺这个爷爷老太爷啊，对他是非常好的。嗯，他说这个东西是他从宫里面带回来的，他是以前宫里面的老太监。哦，你说那救助那个老头是宫里面的太监？对。然后这现在临终之前把这个东西。给你这老太爷了，爷爷的老太爷哦，等于说现在这东西一直在你们家里放着。对，当时给俺传给俺爷之后，俺爷又给我了。哦、我听俺爷说了，当时你知道吗？那时候俺爷那时候有个富商，嗯，给他用一栋别墅给他换这个，俺爷都没有给他换。哦，就这个盘子。对。哎，黄金的。对。然后用人家用一套别墅换没换？没换，没换。到我这来，我不是。该到结婚的年龄了嘛？啊，说实话，我这，家里边条件现在也不好。嗯，结婚你也知道，花钱多是不是？啊、哦，那是。这不是想着我来将这东西卖了，我准备买车买房，对不对？这马上娶媳妇了。哦，明白了，明白了。等于说老太监把这个东西啊，给你们了之后，一直在家里当传家宝留着。对，你都传着、到这儿，现在您这是缺钱，要买车买房娶媳妇儿，对，没钱了。对，所以我拿来。看你管收不管哦，想卖多少钱？一栋别墅你都多少钱了？你想想，得几百万了吧？那你意思想要个几百万？几百万？最起码得五百万吧？五百万？对。那你要是真是黄金的，还是皇宫里面出来的乾隆御赐的这种黄金盘子，那你要五百万真不高。哦。但是我看着啊，你先别高兴啊，我看着这上面的黄金啊。不像黄金的颜色，并且你看有的地方，可能是摸的时间长了都掉漆了。哦，这上面的黄颜色，也不是黄金啊，我感觉像铜的。这是会不会时间长了，对吧？那蹭成啥东西了？再跟你说一点啊，跟材质无关了，咱们讲一下这个。这上面你看雕龙发凤的，是不是？对。你要是搁清代，搁乾隆那个时候的。如果说是雕龙发凤，肯定都是手工雕刻。对。但是这上面是往上凸的。哦，啥意思？如果说是那种古代的、清代的这种手工雕刻，那肯定是凹进去的。这明显的这是机制的，跟手工雕刻一点都不沾边。所以这个东西啊，你别说五百万，我估计五百块钱也很难卖。五百块钱？这五百块钱也卖不了，这是我感觉像古玩市场上的东西。老板，啊，你给他看好啊，这关系到我又结婚了大事。你要是结婚买房啥的，那你另想办法。说句实话啊，我就觉得这个盘子啊，还没有这个手绢
时间长的，拿回去吧，这东西我收不了。来，你多少给个价？给多少我也不收，不收。我这主要还是玩银元，不好意思，你到别处问问，行吗？你老板，你还是不专业。那找专业的，好吧？你好，想弄点啥？老板，我想叫你给我看看这个东西，它值钱不值钱？呀，这是一块银元呀、啊，您先坐那儿，您先坐那儿。这块银元是 PCGS VF30 的大清轩山，味道不错，传世宝浆，质口也非常清晰，值钱不值钱？那咱这块银元从哪儿来的呀？咦，这前一段不是相亲见个对象吗？嗯。然后这时候嘞，愿意了，愿意了之后，不得都是定亲吗？哦，定亲。对。哦，这当时说好嘞，然后定亲花一万块钱买个钻戒。哦，定亲花一万块钱给你买个钻戒。对，那是现在年轻人都喜欢钻戒。是的，这到格了。嗯，他男方那边他爸妈又改变主意了。嗯，说嘞钻戒不买了，拿过来一块这东西。哦，一块银元。对啊，这不是求我了吗？这银元也挺好啊，你看银元是圆的，也算是对你们婚姻的一种祝福。哎，祝福你们以后的婚姻圆圆满满。另外啊，这个银元也非常漂亮。银元还有一个谐音叫姻缘，意思也就是好姻缘呀。咦，这有啥好嘞、啊？那钻戒吧，我以后不戴了，我管卖了，我卖成钱、哦。你都这东西一块破东西，我不是俺家以前没有，还跟我说值钱值钱。哦，咱们家里放的也有这种老姻缘。俺家以前有，都是。打首饰了，有的几十块钱一块卖了，那你不想拿着骗我吗？哎呀，那有点可惜了。嗯，做首饰吧，本身银元它的含银量 90%， 九银一铜嘛，另外 10% 是铜，做首饰其实效果也不太好。嗯，你还得掏加工费。另外银元刚才也说了，你看像这个就是大清宣三，清代的东西。距今已经100多年了，它有一个古董的架势啊。我不知道你们家的是啥，像袁大头、孙小头还好一点。如果是龙阳，你说你们做首饰了，那都太可惜了。银手镯现在你买现成的，才能花几个钱，对不对？一对银手镯了不起几百块钱，那有啥可惜的？一块钱，一块钱，你不要看这是一块钱，刚才就说了，这是古董啊。像这个大清宣山 PCGS VF 30分，虽然说分数不高。就像这种状态，现在没有10000块钱你都买不着。这个东西光值10000吗？对呀、啊，10000块钱只多不少，并且随着它的时间增长，它以后它还有升值的价值。还能升值？对呀、啊，你像隔20年前吧，咱就不说往前说了，隔20年前像这一块银元也就100来块钱，你这放到现在能值10000，那要是20年后呢？对不对？搁谁家里都是传家宝呀。那你说这我误会他了。嗯，另外刚才你也说了，就是要买钻戒。其实钻戒啊，你戴着一直戴着挺好，首饰挺漂亮。但是你要是真是买了钻戒之后你再变现，你10000块钱的钻戒啊，说实话，你要再变现的话，你能卖个1000-2000块钱就不臭不臭的了。钻戒它这东西就反而没有银元的价值高。能明白吗、哦、那是幸亏来找找你问问你啊。哎，是这没事儿，这没事儿。我当时都可生气啊、他拿个这来糊弄我，我都说嘞，他要真不值钱了，我都不能给他愿意嘞。哎，这不算糊弄，我觉得比送钻戒要好得多。首先刚才也说了，这个寓意挺好，对你们婚姻的祝福。另外呢，刚才也说了，也可以当传家宝一直传下去，并且价值越来越高。哪个方面我觉得都比送钻戒更有意义。对不对、嗯、那你这样说我都放心了，一直都这个东西、嗯、随时都跟他变现是吧？对呀、啊、你啥时候真是不想要了，不想收藏了，你可以来找我，随时可以变现。哦，那都中，这我都放心了。嗯，我已经知道了，我回去的、嗯、我估计他家里面还得有。还得有，那意思他家里面有人专门收藏银元。好，我听他说好像他爸喜欢这东西。哦，那行，那意思这东西到时候多跟老爷子要点，这东西都是钱。中中中，谢谢老板。没事没事没事。这俺妹妹她婆婆给的这个银元，你看能不能换点钱花？妹妹的银元，
我先上手看看行吗？哎，这两天手都背得很啊。你看看多放多件都给你了。哎呀，都是营养。两块、四块、六块、八块，总共是十块，数量对得上吧？嗯，数量对得上，我专门拿的十块都在这儿。哦，那刚才听你说是你妹妹的姻缘，这怎么在你手上啊？这两天我不是上妹妹家玩吗？这是她刚结婚没多久。哦，你妹妹刚结婚。嗯，对，这是她婆婆给她的。婆婆给她的。嗯，对。啊、哦，然后我 这送给你了。嗯，给送差不多吧。嗯，这两天我手头有点背，搭配老人数。嗯。输了俺妹妹也没啥钱，我正好上她家里，去溜一圈。啊、哦。我看她桌子上摆了几个这个，我问她在哪弄的，她说她婆婆才给她上午才给她送过来。啊、哦。我说你要这没用。啊、给我吧，我换点钱就拿回来了。啊，现在就要卖。对呀、啊，我这急需啊、哎、得要钱用了。我的天呀，你这事儿弄的，这等于说就是你妹妹婆婆给她的传家宝银元，这才到她的手上还没一天呢，你给拿出来了。准确来说三个小时。三个小时。嗯。哎呀，她对这没概念，我对这也没概念。我讲一下啊，嗯，确实这都是老银元，嗯，并且不是咱们国内的，嗯，国外的营养，这叫墨西哥的，我也不认识他，他也不认识我，啊，就能换钱就行，嗯，对，啊，行，我大概的了解一下，嗯，我看了一下这银阳啊，这上面好多都是带戳记的，从他这个戳记上面的这个字迹来看啊，应该也算是咱们国内流通的吧，墨西哥的银阳。当时在晚清的时候流入到咱们国内很多，银元呢，咋说，本身是国外的，咱们中国人玩它玩的也不多，嗯，价格呢相对来说比咱们国内的银元要便宜一大截，能明白吗？这个多钱大概？现在像这种银阳的话一块也就三四百块钱，它不值钱，没在国内的值钱。那你不值钱，你看啊，一块三四百，这十块也三四千的。上一次俺爷有一个，我给卖了，还卖一千块钱呢。那肯定不是阴阳。是咱那个大样。啊、哦，袁大头。啊，应该是。啊，那是袁大头，现在也就千元左右吧。这三四百也中，这三四千块钱够我玩上晚上。不是，我这刚才啊，只是给你估估价。啥意思？我建议啊，刚才你也说了，你从你妹妹家拿出来的，我建议啊，你还给她还回去。还首先，你看啊，你妹妹。刚嫁过去，对吧？刚结婚，你这婆婆刚给的这个，不管是嫁妆银元也好，不管是传家宝也好，是吧？刚到她手上，你给拿出来卖了，并且你就因为赌博玩牌没钱了，你就卖你妹妹的银元，这也不太好。你这俺妹妹给我给一条心一样，包括俺妹夫他都不敢说话，他刚这敢说不愿意，我马上揍他。不，你想一下啊。你妹妹刚嫁过去，就把这婆家的东西就拿出来卖了。以后你妹妹到时候也说实话也抬不起来头啊。她婆婆干狠劲，我连婆婆一块打。我的天，你这干这事儿这不行。她家的东西都给我了，没啥区别，我到那都管他。不，这东西我刚才也说了，这东西现在不是你的，还不是你的。虽然你妹妹知道，最起码得你妹夫。比如说他夫妻俩点头了，我送给你，你再拿出来卖，这东西我也受不了。另外都不敢吭劲儿，不是吭劲儿不吭劲儿。我建议啊，我看你老大也不小了，我建议你还是找个工作，是吧？你不是不能挣几千？我这啥工作有？我一晚上挣得多。我的天呀，那行，反正这东西我要不了，并且今天我店里也没现金。你到没钱不早说，你搁这磨叽，看我的东西，摸我的东西，给我摸坏了咋弄？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你这我找其他人卖去、哎。那你找其他人卖吧。你好，想弄点啥？你好、啊，老板，这回我可要发财了。发财了？传家宝。传家宝？我的天呀，这个可是关公啊！关公不是一般的关公。不是一般的关公，升级都是黄金的关公。哦，首先你看黄金的这个位置。还有这个位置啊、哦，黄金有这黄颜色，黄金，那看来这东西来历非常大呀。
铁定大。你一般的家庭、啊、一般的家庭怎么可能用黄金来打造关公啊？那是了啊，这都给俺家传几代人了，之前啊也没老人告诉我这是黄金，我没在意。嗯，这两天突然我看这个位置还有这个位置还有其他位置，我知道我知道，黄澄澄的，黄澄澄的肯定是黄金，而且肯定是黄金。你点点，你妥妥，你先晃晃。我的天、啊、好重啊，晃晃。空心的，空心的，空心的，不是黄金，咋管能重呗？哦，不使劲嘞。那这今天这拿到我这儿来，就让我看看是不是黄金？不是，啊，卖给你，我预计要卖给我。这么称得要十斤，嗯，300万，三百万，十斤，嗯，十斤的话，现在黄金500块钱一克，啊，是吧？500块钱一公斤的话，那是50万。对，五公斤是多少？五公斤才250万呀？啊。你咋要300万呀？对，你这说糊涂话啊！这过去的东西啊，都传好多代人了。你看那上面，哦，意思哦，我明白了、嗯，意思还有古董的这个价值是吧？啊、我这反正这个底部是咋了？我的天呀、啊，底部好像有落款啊！别叫关公了，这给弄烂了。我的天呀、啊，大明宣德、啊、那就跑到明代了呀！离现在几千年了吧？几千年不至于，不至于，几百年是有，啊、明代没有都没有，哎，那刚才你说你传几代那就不对了，明代距今现在可时间不短了，一代一代传下来的嘛，反正一代一代传下来的，嗯、那行，你这要300万，嗯、我下面给你讲一下啊，你这个刚才你说这脸上是吧，有点发黄，对，这个、还有这个在哪儿？胳膊上、啊、对，是胳膊上吧？对对对，胳膊上也有点发黄，嗯、不是老弟，黄金会发黄、啊，你先别着急。只有黄金会发黄，那其他的金属没有黄色的吗？没有，有一种金属叫黄铜。黄铜没这车、啊，你点点。我知道，那这么大个的，嗯、这么大个的又这么厚，虽然是空心的，但是确实挺沉的。对对 对, 对。那要是黄金，我估计你拎不动。拎不动。对。你的意思不值十斤？不是不值十斤，这我的意思，这不是黄金，还有黄金它是不会氧化的。你看这锈，铜锈都出来了。只有铜才生铜锈啊、哎，那不可能，对不对？绝对是黄金。你不用再考虑了，我跟你说，你这不是黄金。嗯、再一个，就从你这个落款上的字体上看，嗯、这是电脑字体啊，这东西也不老。电脑字体。哎，也肯定不是你们传家宝，你这瞎胡扯呢。明代就有电脑了吗？对呀、啊，以前哪有电脑啊？这是现代的工艺品。现代的工艺品。对，现代的工艺品。你没看错吧？我没有看错，没有看错。几百万的东西啊，那你这管值多少钱？值多少钱？这么大个儿还这么重，我估计在古玩市场没个几百块，你还真买不来。几百块钱？对，这可是我5000块钱买了呀。你刚才不是说你传家宝吗？俺一个朋友欠我5000块钱，一直要不回来啊。他拿个这说顶账了，我一看黄铜弄的，我想说他不识货，是俺们黄金嘞。啊，你赚了几百万呢？你朋友说这是他传家宝，嗯，那是骗你呢。骗我。再一个，等于说就拿这个东西抵你5000块钱的账，嗯。那你能退给他退了吧？就值几百块钱。对，几百块钱。你看错了吧？不是老的，你不是黄金，也不是老的。你看这铜锈，铜锈，黄金怎么可能生铜锈呢？咦，这不中，这不中。我这个人啊，只能赚便宜，我不认吃亏啊。他要拿个几百万的东西给我抵5000块钱，我能忍。不管赚便宜吃亏吧，你不喜欢给他给他。不行，我觉得赶紧给他退回去。对对，不喜欢给他退回去，不要紧，不要紧。坏，我得去他家办直接的东西。那行，那行，那行。老板，你帮我看一下，俺这朋友想用他的好姻缘换我这个赖姻缘，你看他这个能值多少钱？我是不是得给他再补点钱？你朋友的好姻缘，要换你的坏姻缘，我先上手看看吧。是嘞，我老是感觉心里过意不去，你看我这是不是得给他补点钱？这两块姻缘还不错，一块是 PC 的大清轩山，还是一个森板龙，字口味道都很好。另外一个是公博评级的 MS63 分的日本龙，嗯，这两块银元哪个是你的？就那个又脏了又破了那个，旧的那个是我的。这个？啊，对对对，这个脏的这个是我的。大清轩山是你的？我不知道那叫啥，反正都那个破的是我的。哦，看来你是对银元不太了解呀、啊？那你这银元从哪儿来的？这是俺小孩过前几天过3岁生日的时候，他姥爷给俺的啊，送给小孩的啊，送给小孩的。你还别说，这老爷子送这个送的挺好，经济实力不俗啊。那这一块等于说就是你朋友的了。是嘞，俺朋友说嘞，他用他这个好嘞，给我换换。我是老是感觉心里有点不带劲啊。
你给我看他这到底价钱一样不一样。他说他这个比我这个贵啊，他说这一块，这块是你朋友的啊，你朋友说这一块比这一块价值高啊。哎呀，我这还不懂，我过来叫你看看。嗯，那我给你简单的说一下啊，你朋友这块啊，首先是公博评级的 MS 63分，确实品相上没得说，那比这块银元那品相好得多呀，这车轮转光啊。但是你们两个他俩的种类不一样啊，并且还是日本龙，你确实龙羊都是龙羊，但是他俩完全不是一回事啊。大清轩山是咱们国内龙羊三剑客里面排第二的，并且所有的龙羊里面你没发现吗，大清轩山它的龙啊是最漂亮的，有一个外号叫大清神龙。你像这个还是批盒的，虽然没给分啊，给了 XF92 说明清洗过，清洗我看也没咋清洗，因为壁面有老包浆，状态其实挺不错。像这个我估计现在市场价应该在一万左右，顶嫩值钱了吗？对啊，你就没有一万也得个八九千。那他这个是不是价值更高啊？不，恰恰相反，虽然日本龙品相非常好 ，MS 的没有流通过，但是特别是咱们中国人一般对小日本都有抵触，玩日本银元的人非常少，是不是？想起来小日本都特别烦，还玩他的银元吗？是不是玩这个东西的人少？然后呢，当时小日本铸造量啊，就是这种银元铸造量还很大，所以它这个存世量就非常大，价值并不高。像普通的，那不是 MS 的啊，普通的现在也就五六百块钱一块就能买到。像这种 MS 的，确实比普通的价值高一些，但是也高不了多少。像这种公博评级 MS 63分的，我估计也就1000多块钱。那你这朋友现在说拿这个换你这个，那你别说给他补钱了，你别说你心里有点过意不去了，我觉得你这朋友应该心里有点过意不去。再说你刚才听你说你朋友对银元懂啊，是嘞，他是一直玩银元嘞啊，他是都专门搞这个嘞 啊，一直玩银元、啊、专门搞这个的啊，那这妥了。那你这朋友啊不行，不能玩，人品不行啊。他要是不知道，那你说用这个换你这个，那还说得过去。他都玩几年了，他肯定知道大清轩山，你知道吧？你就他只要玩这个的，他家里估计放的肯定也有大清轩山，明白不？因为这个是咱们中国龙羊的代表啊。刚才就说了大清神龙嘛，龙羊里面最漂亮的。他现在说用这个小日本的龙去想换这个，那肯定不行，你也别换。意思他这个还没我这个值钱呢，是不是？你这个才1000多，你这个万把块，你说呢？对不对？这是俺小孩他姥爷送的，那我得差点让他出手啊！那不能换，不能换。再说你刚才也说了，又不是你自己买的或者怎么着的，老人给小孩留着，对不对？不能轻易的换，就不管它价值多少吧，那也算是有一个念想，对不对？对。哎，另外你那个朋友也不行，哎。我这本身还有点心里过意不去，这货还要戳我嘞！我不给他换了，我给小孩。那不能换，谢谢、啊、没事。你好，想弄点啥？哎，家里边实在是没办法了，这有个传家宝，我今天必须得把它卖了了。哦，这是一块银元。对，要大清国慈禧皇太后。这银元里面还是一个龙，举世无双、你的意思这是孤品？哎，这是给你说实话吧，在大清朝的时候，就这一块银元只有俺祖上才有机会接触到。你祖上才能接触到？对。那看来是咱们祖上来历不小啊。我给你说一个名字，李鸿章，知道吧？李鸿章。对，我们祖上给李清代的。慈禧的大红人，晚清那时候好像就是宰相、中堂那一类的。你可说对了啊，权势滔天，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。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，那不是啊？那当时好像还有光绪皇帝啊。也算是两人之下，万人之上。哦，啊，您祖上是李鸿章？也不能说是祖上是李鸿章啊。以前俺祖上在李鸿章家里边当管家。总管，
类似于官家。哦，你们家祖上啊，在李鸿章那个、嗯、他那个府上做管家总管。哎，对，李鸿章上日本不是签那个啥合约啊？不是，气死了啊！气死了。哎，然后他几个儿子闹分家啊，这个是慈禧太后专门赏给李鸿章的，就这一个。哦，当时就铸造了这一枚，对，然后赏给李鸿章了。对，然后几个儿子一闹分家，相当于这个东西算是给俺的彩钱费。哦，对，算是流落到咱们家里了，哎、一直传下来。传了100多年，一百多年了。祖上说实话也算是以前有钱，现在是不行了啊。哎，这个到我手里边吧，我是张子张本，必须得把它卖了。啊、不卖，说实话，我这日子都过不下去了。没钱了，也算是家道中落。家道中落，我说实话，这个啥，祖上有钱不是一件啥好事。哦，人家说富不过三代，你这边也富了好多代了啊，四五代了啊，四五代了。那您这个东西您想卖多少钱？哎，多了不要，500万。500万？对，少了我也不买。老高是这样，这要是像您说的，嗯，孤品，嗯，从清代，嗯，一直传到现在，嗯，说实话500万要的不多。我觉得要的太少了，是不是？但是这东西我看着不对呀、啊、首先这是银元的样式，对不对？但是没听说清代的时候铸造的有这个慈禧太后人头像的这个东西啊，我感觉这东西是臆造币，白讲啥币，臆想出来的呀。我跟你说实话啊，你们没见过就对了，没见过就对了。你们见过了，说实话那还值啥钱啊？再看一下啊，这银元，银元得是银的呀。嗯，那现在这材质也不对呀、啊，这一听这就不是银的，连铜都不是啊。轻一点啊，一锅都摔烂了咱们。哦，对对对对对，500万的东西，价值500万的东西不能乱摔。对，但是老哥我听着这声音，这可不像，连铜都不是，更别说是银了，这特别假呀。这话说的啥意思啊？不是老哥，您这故事讲得非常好，您一会儿慈禧太后呢、嗯、一会儿李鸿章呢、嗯、一会儿又是李鸿章的管家呢。嗯，故事讲得非常好，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不对，不靠谱是吧？跟您讲的故事啊，嗯，完全是两码事儿，这不对不对不对。能给多少钱吧？你都说给多少钱？这东西我要不了，但是我可以给你估个价。给个价我给你。我估价我不要。你估。就这种臆造币吧，嗯，并且最多是个铜的呗，嗯，在国市场像这样的东西也就10块钱。哎呀，这你找别人看吧。俺爷怎么会办事？两个孙子呢，只留下一个传家宝，这不是让俺两个兄弟砸样子吗？哦，爷爷留下来的传家宝，看来不简单呀、啊。我先上手瞅瞅行吗？你赶紧给我看，值钱不值钱？哎呀，挺重啊！我的天呀，了不得！刚才听你说是老爷子留下来的，这老爷子从哪弄的这个？俺爷给俺说过，嗯，这个是以前我爷爷那一辈儿，嗯，是以前挖那个红薯窖，挖出来的。哦，我知道红薯窖，我知道，因为咱们这边种红薯，到冬天的时候你必须得挖个窖，你不然不挖个窖放起来啊，它时间长了都冻坏了，是吧？啊，挖红薯窖的时候在红薯窖里面挖出来的，啊？是啊。我的天哪，这可了不得！你知道这是啥吗？这可是一个大银挺啊！我的天哪，这得好几斤。刚才听你说你这是还有个弟弟，因为这个正闹别扭呢。是的，有的那时候俺爷说过了，我是家里边的长子长孙啊，说的给俺爸也说过啊，这个东西呢，非要留给我。那是，你要按咱们老规矩来讲。那确实家里面宝贝值钱的玩意儿，那搁以前的老规矩来说确实得给留给长子长孙，但是现在不一样了呀。现在你不管是兄弟几个吧，不管你是不是老大，那最起码得平分啊。俺爹知道了，他非要给我抢，因为这个事儿啊，俺俩还打一架。打一架？嗯，啊，那不至于。
这说实话，这东西确实是挺好，因为传家宝刚才你也说了，打一架不至于，你最起码你们俩分了也可以啊。那要不怎么？你看你这边有没有切割机或者啥的？你把分个一下我，然后我拿回去，反正我一人一半，我必须再留个多的。啊，你的意思就是现在把这个银挺从中间截开？切割开。一人一半。嗯，我必须得留大的。哦，你必须得留大的。嗯，反正作为哥哥呢，得要个大份的、嗯、啊。嗯，我的天哪，是这啊！我刚才看了一下，这确实是老的古董。这东西呢，从上面的字迹来看，应该是属于宋代的银挺。宋代的银挺，距今我估计啊，从它这个包浆上来看，最起码1000年左右了，跟现在的银子还价值不一样，它有自己的古董价值，对不对？你刚才说那种分法，就比如说兄弟两个，一人结一半，当然很好。你要是普通的东西呢，确实应该这样分。但是这东西刚才也说了是古董，你要是从中间切开了，不管是切大块小块的，那就影响它的完整性了。如果说一切开之后啊，它的价值啊，大打折扣。你要是确实得分，是吧？我这样，我给你提个建议，行吗？行。啊，这你可以把它出手变现，比如说，咱卖10000块钱，你弟兄俩一人5000，或者你说你刚才说了你当大哥呢，你多要点或者他少要点都无所谓，是吧？你能卖100万，你们俩一人50万，对不对？比把这个弄开强多了，您说对不对？那中，那老板，那你给我看先管值多少钱啊？能值多少钱？因为刚才也说了，这是古代的银挺，跟现在的银价它不一样。因为现在银子价大盘也就5-6块一克，对不对？但是古代的银子呢，它确实有溢价，像这种银挺品相可能算一般，字迹还能看得清。就是后边我看了一下，你看这个腐蚀的，因为埋在地底下时间长了，腐蚀的就特别严重。你看这里就有点脱皮了，有点脱皮了。嗯，像这种估计一克也得个20-30块吧。我先给你称一下重量吧，行不行？行。我的天呀，这是1944克，1900多克，然后也就快2000克了，等于说2公斤。这个东西估计现在最起码能值个40000块钱，能值个40000块钱。你要是不锯开，能卖10万。你锯开了之后，我估计也就10000多点，也就正常的银价，能明白吗？明白。哎，不管是什么样的古董古玩，它都得讲究完整性，知道吧？咦，乖乖的，老板，你这一说，他这管值10万多，那我可不中啊，我得自己留着。嗯，自己留住。我得搁网上买个假的。这个东西我必须我得自己要，我自己独吞。自己要自己独吞。嗯，你刚才不是说你们弟兄俩要一人一半吗？你这就是要个大半的。你不能说那个假的糊弄你弟弟啊。嗯，不中，这个东西呢我必须得传承下去。哦，能吧？我得自己要，我搁网上不中，我那个假的给他。哎，一模一样的不多了吗？哎呀，那你这事儿干的，做大哥不能这样干事儿吧？啊，咱这个东西呢是俺家爷传给我的，那是我不能让他溜出走啊，对不对？那你说这话不假，那这样的，反正这是你们家自己的东西，回去自己想清楚，行吧？来，东西你先拿着。啊，谢谢。哎，啥时候想出手了，你也可以联系我，行不行？行。嗯，大爷，您光说您的银元值钱。您能让我见识见识吗？啊，我叫你见见可以。你能给我200万，我就不去上北京跑闹的鉴宝了。哦，准备去北京鉴宝。是。哦，能值200万的银元非常少。您让我看一看，行不行？行。哎，您拿出来我瞅瞅，我瞅瞅。我瞅瞅看一看。这有个凳子，我放这上面。哦，这包的挺严实。任何人都没见过。哦，
其他人没让他看过。除了我想你，你也都说你好，我才叫你看的。行，我先瞅瞅吧，我先瞅瞅。哎呀，这俩银元好了很。来，这个纸张您先拿着。嗯，新鲜的很。哇，这俩都是原像，戎装像。哦，这个是共和，这个是原像飞龙。这俩东西可都不简单呀、啊！我想问一下大爷，您这俩东西从哪儿来的呀？咦，那我跟你说，时间长了啊。这是20年前我给街上的从一个小伙子手里买过来的，可是当时他要1万块钱。哦，20年前，从一个小伙子手里买回来的。对，他要1万块钱啊。我身上哪有1万块钱的那时间？啊，没有。1万的。啊。5000也没有。哦。那时间我有个摩托车，好几的，那我买的时候我妈怀里吃吃。哦。就我一想，这俩钱，你也都说这俩的钱定金，我一看是真的。嗯。好，我给他倒过来了，倒过来以后放到家里，任何人没有见过。你一直都放20年。不是这个大爷，您是刚才说，您的意思用你的那个摩托车给他换的？换嘞。哦，不是买了的，不是买了，哪有那钱啊？你就反正你那辆摩托车就是当时买的时候是1万块钱，也就1万块钱左右。哎，对，啊，然后用一辆摩托车换这两块银元。嗯，啊，您刚才说这东西特别值钱，看来值钱的很。看来您对这个银元啊，多少有点了解。我听见这讲过。讲过。嗯。哦。我对银元不懂，那东方车讲过，咱俩注意的很多时候。特别值钱，嗯，那确实，那大爷，这样，我这边给您讲一下啊，这俩银元呢，确实是非常值钱，只要是真品，我看了一个原像共和，一个原像飞龙，就是普通的原像共和，就这种品相，我估计现在你花个10万还买不到，但是这个还不是普通的，你看一下铅制版的，好像这俩都是铅制版的。这铅制版的呢，就算是四铢币，当时铸造这种原像飞龙、原像共和的时候呢，你先开始铸造一些四铢币，让这个当时的袁世凯看一下这样做行不行，他觉得可以，然后开始正式的发行。正式的发行的时候呢，就已经不带这种铅制了，所以这铅制的四铢币啊，就数量非常少。本身这种原像共和、原像飞龙呢，就已经算是军阀币里面比较少的品种了，更何况还是四铢币。像这种四铢币呢，一般都是价值100万以上的。原像共和100多万，原像飞龙铅制版的那得300-400万。您要是1万块钱买回来2枚真的，那说实话，那你要是刚才像您说的想要200万，那价格不高。但是这俩东西，大爷，我看着可不对呀、啊，你可能不对啊，我可能对得很，对得很。嗯，不是大爷，我这样啊，你给我200万，我卖给你；不给我200万，我是不卖。我准备上北京。那行，那这东西我肯定是收不了。但是我先给您说一下啊，哎呀，刚才就说了，这种铅制版的呢是四铢币，四铢币啊就是没有流通过。没有流通过，也没有正式的发行过，就做出来一个钢模，也就做那么几十块样品，所以它就不会有这种币面，比如说它的压力不足啊，还有这个边齿啊压力不足啊，不会出现这种情况。像这两块币呢，首先有流通的痕迹，另外一个呢，就币面感觉啊，你看这个龙明显的压力不足，所以这些情况讲起来，这就说明这两块肯定是有问题。按现在我们行里的人说话就来说，就是现代的工艺品，你20年前，也就20年前铸造出来的工艺品，东西不对。我有意义，嗯，我在哪里不容，我不行，我不卖现在。不是，我没说是要收，大爷，我就感觉看着不对的东西，我们不收，我只是给您简单的讲一讲。好吧，您呢再找其他人再问一问，行不行？我不直接不问，我上北京去。那行，您上北京长长见识也可以，没事。好，那就这样说。好，那人家相亲见家了都给红包，
到我这了，给你合着这，这是几个意思？你看看。我看你拿的都是银元呀，我先上手瞅瞅。我也不懂这个，你给我看看，这能计件吗？哎呀，都是评级入盒的，这不少啊，应该是20枚吧。是嘞，是嘞。刚才听你说，这是谁送给你的？相亲对象的家长。相亲对象的家长，就是男方的父母。对，前段时间一个媒婆给我介绍一个对象。嗯。俺两个呢也谈好几个月了。哦。这说好嘞，确定都是一直都确定关系了。见家长嘞。哦、见家长。今中午俺跟一块吃个饭。哦。俺这的规矩吧，都是第一次见面，双方要是父母没啥意见了，都是给女方一个见面的红包。哦，等于说你未来公公婆婆。一般第一次见面都要给见面礼红包。对。一般给多少钱的红包？一般都是给5000、1万。要。如果家庭条件好了，那给2万、3万也有。哦，明白了，明白了。啊，然后这等于说你中午的时候，你这未来婆公公婆婆没给你红包。对，他没给我红包。这吃饭的时候，这俺相亲对象他爸妈嘞，嗯，有说有笑嘞，对我看还可满意，啊、可认可。哦，对，对你很满意。对，我都一直等他的红包。啊。等到吃完饭结束也没给我红包。啊。就中午，他妈妈给我一盒子这。嗯。他说祝福我们。嗯。这叫我搞迷糊了，我也不知道这是啥。不错不错，我跟你说一下啊，这是银元，你看元大头嘛，中华民国3年。袁大头，并且是已经评过级入盒的 PCGS 的，虽然我看了好多都没给分，但是状态都非常不错呀。啊，那这个还带底光挺好。在以前你就搁民国那时候老规矩，结婚的时候确实有时候就是不给那个红包，给这个呀，因为这东西就相当于以前的钱，大额的面子的钱，明白吧？哎，并且这个银元本身是圆的，也就是祝福你们的婚姻啊，圆圆满满，并且它这个姻缘还有一个谐音，哎，就是姻缘，好姻缘的意思呀，是吧？这听你说寓意是挺好的，嗯，但是这能直接吗？我还是想要红包。哦，红包，那你刚才也说了，一般都给个5000到10000的红包，是吧？那其实这给红包都一样啊，并且这可不比红包它的价值小啊。你想着给你10000的红包，你肯定特别开心。对呀、啊。啊，这总共是20个吧？20块整。都是大头吗？啊？不懂，你就仔细看。我看都是大头，我看看啊，我看看有没有那个啥，就比如说特殊的。我看着好像都是普通的大头，这个还是大头。要是都是大头的话啊，我跟你说一下，像这种美品。这都算是美品的大头，现在一般一块的话啊，像这种你们给我也得1000多块钱，一块1000多。对，你卖给我一块1000多，20块有2-3万了。咦，那不少。对，2-3万了。都呀，这个品相挺好。哎呦，带钻光了都，这明显的低频了。按正常来说能给个 UNC， 不错不错。我看都是大头，都是大头。哎，都还都是普通的。那你这今天就来看看价值是吧？对，我原先以为它不值钱，今天值钱了，那我都卖给你。卖给我？对，我正想买一套好的化妆品呢。嗯，行行行，确定要出手了。对，确定出手。哎呀，确定出手，那我就给你算一算。但是你刚才也说了，这是你公公婆婆刚给你的，这算是定亲是吧？见面礼。啊，见面礼。对。那你这直接出手了会不会不太合适啊？这没啥不合适的，他给我了都是我的，我可以分配的。那是那是那是。想好了。嗯，想好了。那行，那我下面给你算一算。好好、啊、谢谢老板。您好，想弄点啥？这俺家挖出来的这个古钱币宝贝 啊，想想你看看。古钱币宝贝。嗯。哎呀，确实都是老的。嗯，都是真的，都可值钱。可值钱了。今天要你发个财。让我发个财。嗯，对，啊你哦、嗯，那能倒出来我看看吗？可以，没问题啊。啊，保准的，保准的。行行行，这样，我那个啥，我用垫子垫一下。好，行，那我给你倒，我看你也不方便。啊、哦，行行行，嗯，慢点慢点啊。好，都是好东西。都是好东西。嗯，一个20-30万。多少？20-30万。
一个二三十万。对啊，这总共是478枚。478枚。嗯，对。一个二三十万，不是老，你这东西从哪来的呀？这是挖俺爷的老宅子，就俺爷的房子一开始只挖出来几个。啊。我找别人去鉴定了。啊。别人一个给我要8000块钱的鉴定费，鉴定的确实真的，他给我说了一个值30万左右。你从你爷爷的老宅子里面挖出，对，就挖出这么多，一个要8000块钱的鉴定费。一开始挖出来几个。哦，一开始挖出来几个，然后人家一个要8000块钱的鉴定费。对，我只鉴定几个，然后最后嘞，我一看俺爷的宅子底下他肯定还有，我就俺爷的房子给推了。把房子都给推了。对。就为了挖这些铜板。一个二三十万，这一个都可以盖一个房子，那为啥不推嘞？那你咋不卖给人家呀？你听我跟你讲啊。我这不是挖出来太多了吗？啊，因为俺爷的种的菜也给毁了，全都挖出来这400多个。啊，然后他一个又给我要8000块钱的鉴定费，我是实在是没有钱了。每一个都要8000块钱的鉴定费。啊，对。那你把之前就鉴定已经超过8000的那种卖给他呀？啊，对，我就说卖给他。啊。然后我等他2个月的消息啊。嗯。他一直不给我回消息，他说卖不出去，这东西太贵，得上拍卖费。去拍卖会拍啊？对对对对啊！拍卖会他还要钱，还要钱。他说一个是拍品啊，整机是2万，先要2万块钱。啊，对，一个2万。那是骗子呀，不是骗子啊？那你咋不没去拍卖呀？我没有钱，我有钱我都不知道去。没钱了啊？对呀。我的天呀，你幸亏没钱了。嗯。你要是有钱还得被骗，还得被骗啊。东西是老的，我看了一眼开门，老货，老的，老的，老的。别出来有证书，我忘了拿过来了。不用证书。嗯，我跟你说，这一眼开门的老东西。嗯，但是这可不值钱呀，这。这古钱币值钱啊！你没看上面的字吗？我拿个清楚点的。这有。你看一下，看一下。你先别着急，看这个。嗯。这是什么？湖南省照。嗯。当20文，这就是铜板，你知道吗？这就是民国的，这双旗的是民国。然后你刚才拿的这个是吧？这是清代的。对，光绪元宝嘛，户部光绪元宝也是当20文。这都是铜板。清代距离100多年，它不是老钱币。那确实是老钱币，没说它不老。嗯。但是这东西不值钱，这个东西相当于咱们现在的，你知道什么吗？嗯。就那钢镚儿。钢镚儿。对，钢镚儿，零钱，大额的这个钞票，在民国晚清的时候那是银元。银元你知道吧？我知道啊，那是银元。嗯，就相当于咱们现在购买力相当于差不多1000块钱。嗯，你平常买个菜你不能花1000的，对不对？嗯，就拿那小面额的，这就是小面额的小铜板，找零用的，一毛两毛的。对对对对对对，啊，这个意思。存世量非常非常大。我说干家咱有你呀，存世量非常大。你像一个铜板能值20万、30万的，那得最起码得是4铢币。我还明白不明白？我还心想着这二三十万你可能收不起，我一个准备10万块钱卖给你嘞。10万卖给我，啊，然后我再卖给人家20万，让我赚一个赚10万。对呀，啊，也让你发大财。哎呀，你别想这好事了。我跟你说，你之前你叫人家一个鉴定8000是吧？那交六个，弄了几个？6个，嗯，48000。嗯，48000。你这48000打水漂了。我先跟你说一下，像这东西，嗯，老的一个也就几块钱。那你说这加起来也卖不了48000。那你加一起你也卖不了48000，你这上当受骗了。还好我没给他交2万。你啊，你意思家里还有钱没给他交。不是，我准备借钱了，给朋友的钱都哎呀交了。别，嗯，这东西呢，我跟你这样说，像一般现在收这个东西的一般给5块钱一个。5块钱一个吗？对，5块钱一个，往外卖也就10块8块，明白吗？不要想那发财梦了，也别让我赚钱了。我看你损失这么多，我也啥不那个啥了。你这东西装起来拿走。我就是拿走啊。对，装起来拿走吧，装起来。主要的心想，来来来来，俺爷这房子咋弄？那房子咋弄？你想办法。你既然把你爷的房子给推了，那你还得给他盖上，要不然老爷住哪儿啊？对不对？这盖个房子也得10000，我上哪给他弄起来？弄起来，弄起来，弄起来。您好，想弄点啥？你赶紧给我看这些东西是真的假的，这我刚买的，我怎么感觉上当受骗了？感觉上当受骗了啊？啥情况？怎么上当受骗了？我不懂这个东西啊。这是你刚买的？对，老包浆啊，这我也不懂。
总共是10块。嗯，对，数量对得上吧？对得上。都是老包浆的大头，有一块北洋龙。嗯、哎，不错。东西真假没问题。哦、嗯。刚买的。对。花了多少钱？1000块钱。1000块钱一块。哎，不，10块1000。10块，这10块加在一起1000块钱。对。等于说100块钱一块。嗯，是的。我的天哪，你这捡到大漏了呀。漏是啥意思？你占到大便宜了。占到大便宜了，不夹吗那东西？我看着是不夹，都是老的，一眼开门啊。那不对吧，啊，有铝的有长的，我总感觉是夹的，这会硬的吗？哦，你的意思上面生绿锈了、啊、像铜的是吧？对。那正常情况下确实、啊、只有铜的才生绿锈。那不是夹了吗？你先别着急，你听我讲、啊、这银元都是银的哦，但是其实它这个银元啊，它不是竹银，它这个银的含量呢只达到89%，等于说9银1铜，里面含的确实有铜、哦、然后呢这放的时间长了就会生绿锈。哎，这东西没问题，老的一眼开门。不过像这种深坑包浆的东西，这一般可都是挖出来的呀。老板你果然好眼力，都是挖出来的啊。这俺那个邻居，俺们俺那一片不是要拆迁了吗？啊、哦，俺那个邻居，反正咋说哎，俺们都认识的，因为他就是我们那时候有名的大地主。哦，你说他家祖上啊是地主，俺都知道。哦，他的房子都那青砖大瓦了，都100多年了。明白了，那确实以前地主家的房子，嗯、那房子都盖的特别高，对，是吧？然后挖出来了，挖来一个坛子。周围邻居都跟他看热闹，嗯，反正有人买也有人不买，啊、哦，认为这个铝的都是假的，老人说啊，等于说就是他祖上是地主，嗯、然后他们家拆迁的，对，哎，挖出来一坛子银元，对，那一坛子可得几百块吧？我不知道，反正挺大了啊、哦，就是等于说就是卖呢啊、嗯，然后你这看上了，嗯，100块钱一块，买了10块，对、嗯、对对对对，啊，不还是我是咋打算的？如果要假的俺邻居了，我能给他退？嗯，啊，真的我都占便宜了吗？那你这是捡到大漏了。那给我赚多少钱？赚多少钱？我下面给你算一算，好，行吧？好好。我看了一下，10块的有9块啊，都是大头，大致看了一下也没有8年的，啊、嗯，没啥特殊版别。一块呢，现在我们收的呀，1000，1块1000。1块1000。对，9块这就9000块钱，这就9000了。然后带龙的呢，比这个大头贵啊。啊、哦。像这个是北洋龙，34年的，版别没有，正常的长尾龙，但是品相挺好的。像这个我能给个3000。啊、哦，要翻10倍不值吗？那这现在，说实话，你要出手的话，这个9000。加上这个3000就12000了。我出手，我感觉这幸福来的太突然了，有点不真实的感觉。啊，你到底是真的假的？真的呀，确定要出手了是吧？出了，那可以。还有可多嘞。啊，如果你这要真的嘛，我100块钱一块都给他买过来，都卖给你。毕竟是邻居呢，能多给点多给点，是不是？他不懂，啊，到时候不捡漏啥时候捡漏啊？他当地主的时候不知道剥削我们。那行，那啥也不说了。我下面呢给你算一算，然后呢你等一会儿你回去看看，他如果说卖的还那个啥呢，还有呢，你就再买点，是吧？只要是银元咱都可以收，行不行？你快点快点，我现在都回去。那行那行，那等一会儿你收的时候啊，你记着啊，刚才你看了带龙的，这是北洋龙，3000，你要是有大秦啊赵种啊，那价格更高。龙的，我不想啥，这一个都赚10倍，那是那是，那行那行那我那其他的我就不说了，行，不耽误你发财，谢谢，行吧？那我给你算一算啊。好，乖乖，这收割破烂都收发财了，老板赶紧看看我这个白金金砖到底值多少钱。收破烂收到白金的金砖？对啊，我先上手瞅瞅。哎，这个白金金砖啊，真是让我太激动了，说实话，激动的2天2夜没睡着觉了。老哥，您先别激动，我先看看东西啊。这么大一块，嗯，老哥，这就是您收的白金的金砖？对啊。我的天呀，你们收破烂就能收到金砖？你这是在哪收的呀？我也很意外啊，就搁街上，我天天在那油摊儿，油街上。对呀、啊。啊，你们收破烂环境就是到处跑，骑个电动车来回跑。哎，对，一个年轻人，也就20多岁吧。20多岁的年轻人。对。他说这是他家里边的这个金砖，问我收不收白金，
收破烂问你收不收白金？对呀、啊，我平时收点这废铜烂铁，对不对？那是那是。啥东西了？啊，这白金，说实话，我也是第一次遇到，我直接说我不收。那是。收不起啊。那是呀、啊嗯，你按正常来讲，他就是卖金砖、嗯、卖白金、嗯，他不应该去到那种回收黄金、嗯、白金那个地方吗？可被你所说了。对呀、啊。我说实话，我没那大的欲望。那是。我直接说不收。不收，我没那些本钱啊，对不对？实话实说不都行了吗？那也是。但是俺俩聊了一会儿，非得拉着我不让我走啊。他说他现在准备拿啥去了，接个小女朋友能啥？他手里都差500块钱。哦，差500块钱。对，我一想，500块钱。不是老哥，嗯，你的意思就这个金砖这么大一个？对、嗯，金砖，嗯，500块钱卖给你了。不是我收的，是他强行急用钱，干巧了、啊，知道不知道？无巧不成书，干巧了，他急用钱，都需要500块钱。我的天呀，500块钱就想买白金的金砖？不是我想买，是他硬卖给我。哦、嗯，我一想这生意管做，500块钱，对不对？不是老哥，刚才您也说了啊，您收破烂的，经常收那种废铜烂铁，对、是吧？啊、嗯，那你哪认识白金啊？我用强磁铁吸的，根本都吸不住。吸铁石？对，强磁。啊，吸铁石吸不住、嗯，就是白金。我跟你说实话吧，你看多亮，它不是白金，日子都整理出来。老哥，你看啊，咱们市面上，嗯，如果说是白金的呀，嗯，一般分两种，啊，一个是铂金，嗯，一个是钯金，嗯，都挺贵的，那都是按克来的。对，你像钯金的话，我估计得300-400一克，一克非常少的。铂金也得200多吧？那差不多，是吧？你就这一块，你知道多重吗？多重？你估计得1-2斤啊！得讲多少钱啊？今天来了，说实话，我反正是捡大漏了。我发财了！我管收破烂，管收发财，我真是想都想不到。哎呀，老哥，我发现你胆子挺大呀！人家跟你说白金，嗯，啊，你500块钱就敢去收？500块钱多廉价啊，对不对？我看看东西，这一转手卖几十万，我这是不是发财了？我的天呀，这用指甲就能抠。老哥，我先给你说一下啊，首先它的重量对不上，最重要的，老哥，嗯，哎，您看一下，嗯，您仔细看看啊，就这里，嗯，现在用指甲，嗯，都能抠出印子来。你别乱抠，不是老哥，白金多软，你把抠坏了咋弄啊？谁也白金有那么软？嗯，我跟你说，老哥，这个我估计大概率是铅或者锡，铅块或者锡块。明白吗？跟白金啊，一点关系也没有。我估计你这500块钱、啊、算是打水漂了，打水漂了，假的，假的，对，不可能，不可能，你绝对可能不可能，老哥，我先跟你讲，嗯、我跟你讲，嗯，以后啊，你再碰到这种贪便宜，嗯，贪便宜的事儿，嗯，别去干了，贪小便宜吃大亏。不可能，我感觉你看的不准。你看，第一个你也没点火，第二个你也没称重，啥都没弄，你光给我扣扣，你给我搁这划伤了。你下回拿银元来，我给你好好看看。嗯、这个你找人家回收黄金、回收白金的地方。一、嗯、对，你让他们去看看。对对对对对，你不说，我真的给我提醒了，我得。对对对对，行行行行行行行。行行行行